秋冬天氣咁乾燥，啲皮膚仲要乾真真咁。不過咧，呢排啲人成日都話要轉用天然成分嘅手工揀。我今日咧就唔係嚟買啦，而係嚟學整呢個金盞花嘅馬菜糟。呢度有唔同嘅手工護膚品材料同工具可以買。如果想花旗 DIY， 呢度就有齊曬啦，唔使周圍走就可以一次過買曬花旗。不過好似我呢啲新手，梗係都係嚟上堂好啦，有基本概念又易啲掌啦，一定唔會失敗啊嘛！呢個金盞花馬菜糟用咗 72% 橄欖油，有曬滋潤，適合乾性肌膚朋友用。金盞花亦都有保濕舒緩敏感作用，而皮膚敏感或者有濕疹問題嘅朋友都啱噶。手打咧就要两个钟，但系用呢个电动搅拌器就5分钟搞掂咯。我梗系拣电动啦。做完拉花图案同埋加咗啲花嘅装饰之后，就简单多两个月晾做就可以用啦。冇时间 DIY， 店铺入边都有现成嘅天然手工揀卖噶。铺头仲好支持本地生产。好似有本地手工果醬，同埋義澳嘅醬料添。